北难今天又有重大的发展哦！时报周刊今天独家报道，已经追踪到了七月初阿扁二次精改就要起诉了。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元大这个案子，元家的兄弟之外，中信辜仲亮是没有放的。特别是陈千虎那个案子已经追上去了，连郑生慈也列为被告了。我们要来追踪一下今天这个很重要的独家的报道哈。今天有七位贵宾哦，第一位是胡中信胡大哥，大家晚安。第二位是刚载誉归国的哈，蔡正元蔡委员，大家好。哎，沈富雄沈医师，大家好。哎，资深媒体人光琴，大家晚安。还有我们特侦组的专家哈，长久跑司法易宏，哎，大家好。好，来扁案专家友华，大家好。还有对这个整个司法很了解的七平。期待大家好。那现在快给大家独家新闻，《时报周刊》追踪到了二次精改，在七月初就要开始大起诉，两个担子先起诉，中信金跟元大，这里面两个人重要。第一个时间点出来了，第二个撞到小英的企业计划了，阿扁看起来算不出去了哈。如果要讲这个时间点啊，最早在节目中公开讲是我们的易宏兄哈，大概是六七月间哈。那特侦组的新闻问刘易宏是非常准确的哈。那今天时报周刊报道啊，其实我们因为这个六七月要起诉，我们有去问了一下，原本哦就知道是针对金控公司来的二次精改这个部分。那当初本来以为是有四到五家，可是今天的时报周刊的报道就是说针对两家，而这两家是比较明确的哈，而且比较稳当的哈。其他的几家还要再查。其实很简单，就是元大并富华金哈，关键在于说他们当初行贿的这两亿，就是杜立平正子也承认，然后马维健、马维成也承认，然后吴淑珍也说收到这两亿元，那就要看其中我们对价关系。他刚好行贿的时间点，刚好是在那时候，这个元大在收购这个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资料的时候，所以那个时间点刚好就是有对价关系的那个时间点哈。那第二个就是这个中信金插旗兆丰金哈，我们撇开这个其他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分不讲，他起诉的一个重点是针对不是红火案哦，而是针对这个陈水扁出面帮这个郑生慈在澄清湖大楼谈一个好价钱，以至于衍生了三亿元的利差，而这个利差是中信透过境外公司转给郑生慈，然后郑生慈再把这个将近三亿元的利差汇到吴淑珍这个地方哈，就是汇到这个扁家，所以这条线牵出来就是说，又是陈水扁出面，然后这中间的利差的产生，这个直接就是跟中信金插旗兆丰金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针对这两个案子，在七月大起诉，我们可以乐见哈，终于对二次精改有个动作。但是比较遗憾的，我们关切的台新金并张营这个部分。还有就其他的金控公司这个部分，那这个疑虑疑窦我们还没有解开，其他几家还是要再追。现在是发现这两家已经很明确，包括具体的事实等一下我们一步一步跟大家报告。那我们再先讨论一下它的影响。恭喜那个易宏，你的一眼终于成功了哈，不用退出名嘴了。可是现在重点来了，他这时候起诉怎么样？阿扁本来七月份有可能放出去，现在因为这两个案子起诉就放不出去了吗？这个会影响，我个人研判，我本来就研判蔡守训了，可能七月时到期的话，也不会放阿扁。我本来就不会放，我本来就这么研判。那是不是因为后面这个案子的关系呢？其实我看也不见得。如果蔡守信认为说你陈水扁，你没有串证或逃亡之余的话，他要放他也可以。但是我是认为说，看目前这个状况的演变，跟蔡守信严压他的理由啊，他并没有消灭，所以陈水扁呢，我看。所以说七月就会放出来，这个是大家的推测，很多人推测，但是我的研判也不见得正确的。万一到时候蔡守信认为说我可以让他交保，他给他交保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是只能认为法院就他是他的权限嘛，对不对？西平，你觉得这两个案子现在起诉对阿扁放不放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我跟宪宏今天上午参加友台的一个节目哈，那个友台就要求我们现场来宾说七月底阿扁会放出来，当时我跟宪宏都认为七月底不会放出来，当然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刚才讲的蔡守训他本来就不会放阿扁，因为羁押他当初理由都没有消失嘛，再让阿扁又不合作。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宪宏就跟我说陈聪明一定会在七月有新的案件要起诉，这新案件一起诉之后，阿扁被放出来机会更渺茫了。那么所谓新的案件就是今天这个时报专家独家新闻，这东西一出来之后，现在阿扁这个借势借端去这个利用公务职务取财就越来越明显了，而且新的起诉加入之后，
那因为新的调查需要期之后，阿扁在七月本来放的机会就很小渺茫，现在新的案件出来以后，阿扁七月大概出不来。来，我们看一下时报周刊，不止追到说七月初要起诉的内容都追到了，特侦组查到什么？为什么要起诉中信金这个案子？来，我们看一下内容。他郑生慈啊，成立一个叫清美国际公司，用高于市价大概2到3亿去出售了成千户的房产啊，这是一个25层楼的一个大楼，卖给中信金，差价呢？郑生慈允诺说送给吴淑珍，这被认定，特侦组认定说他是中信金跟扁家的不法对价。另外，郑生慈自己供出来哦，他非常的配合，他笔录里面明确说，他在1994年1月将5000万换成150万的美金。找深恒商的负责人江松熙，还有副总吴吉显，从香港汇丰转到新加坡的标准账户，给了吴景茂账户协助洗钱。他是用这个起诉了中信金相关的人，包括郑生慈。这几个案子事实上是喧腾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有没有钱的流向？有。现在是要定位说这个钱的流向在法律性质上到底犯了什么罪？所以包括说你今天呢，这个郑生慈作为一个中介人物。对吧？去从中信金那边呢，因为用房子买卖差价形成2-3亿元的差价，那这个差价是否是全部流到那个阿扁的手上去？那钱的东西如果被证实的话，接下来说那对价关系是什么？就是扁家或者郑生慈收了中信金这个差价，他到底要给中信金什么好处？是不是安排他来买兆丰金这件事情？如果中信金并购兆丰金是因为先前有付了这笔钱，所以兆丰金跟阿扁才允许他这个来接触中信金的话，那当然就构成某种程度的一个对价关系。虽然中信呢后来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没有买成，还赔了一屁股的钱，2-3亿出去也没有回来，还在地检署为了一个红火案呐、啊、哈、哦，被修理得很惨，所以他们孤家哈、哦，可以说光靠拍一下，其实无告谁位了哈，无告谁位哈、哦。那这个案子如果去确定，我们说有行贿有对价哦，但是没有完成。那同样的，如果是元大的话哈。哦跟那个富华这个案子也是可能比元大的案子还要轻一点，为什么？因为这里面谈不到公家的权利，就是说元大有没有送2亿？有啊，杜立平也做了证，的确有送2亿到阿扁的手上去。那后来呢，还提供什么服务呢？提供就是说国泰世华里面那一笔钱要搬走的时候，5亿多，请元大协助把它汇到外面去。那现在问题是，那到底有什么对价关系呢？先问清楚。到底是陈水扁给了元大什么好处？依据元大现在查个老板出来，就是说就是买个心安。换句话说，元大是把阿扁当个大流氓，就说：“哎，对不起啊，我要做这个事情哦，可不可以你不要来为事啊？”有点买兄弟茶的味道。那这样一来的话，元大的状况会比中信金还来得轻一点。在准备起诉里面，元大这部分是有解释的。等一下我们进一步来看。现在请教一下沈律师，现在重点就是他说我为什么要起诉中信金？包括郑生慈啊，他两大理由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现在两个大的问题哦，连郑生慈也在里面。第二个，本来大家说辜仲亮已经放掉，对不对？辜仲亮在这个案子没有放，还是要起诉的。本来就应该这样。不过我先回答你的问题了。我原先就想，阿扁七月延押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跟今天《时报周刊》的报道哈，应该关系没有那么厉害哈。我至少叫小英要，但是我还是要秉持我一贯的原则。当我们评论一个周刊的报道的时候，我们都要先讲说这个报道是真的。哦，如果这个报道不真的话，我们评论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假设它是真的，这样最近《时报周刊》好像有进步，因为我们的好朋友去当了社长哈，所以我们要假信说这是真的。好，但是我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安慰我们全国人民了，因为明天上架的《时报周刊》这个报道啊，如果把它当作非常严重的话，那明天金融股恐怕翻黑，或者是涨不上去。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明天周线收一定要收红。而且要收红超过200点，要不然呢，我们的周线 K 线啊就是连三黑。那周线 K 线连三黑，而且 K D 交叉向下死亡交叉，这个会变成什么？变成周线是翻空的，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哦。所以呢，我是建议投资大众啊，应该把这件事情当作这不什么代志啊。对啊。因为今天讲起来哦，就是澄清湖大楼案跟水果箱案嘛。啊，这两件事吼，咱在公会几百遍了嘛，哦，而且呢，他今天只起诉这两个哦，其他都到底是什么？是抓大放小呢，还是还没有办完？现在进行式，这个我们不晓得。所以，如果大家股市投资大众如果是聪明的话，就把这两个当作利空出尽，啊，然后呢不跌，然后明天涨个200点。K 线收红，那这样股市还有一点点哈，一点点。沈老师说的，沈老师已经信心喊话了。事实上，以前啊，只要涉及虽然是金融股，对不对？
他只要坦白从宽，那股票都是往上走，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好不好？另外问一下胡大哥，现在重点都出来了，连起诉内容跟你讲，帮忙洗钱，钱汇出去了，到吴景迈快进了扁家。第二个，连秦政府这个差价都讲得很清楚了。时报周刊所叙述的都是过去我们至少一年来所讨论的，只是经过特侦组非常缜密的认证跟查证，他要公布哈。我乐见七月初特侦组人针对这个起诉。你刚刚所引述的郑胜直自己都承认了嘛？这个对价关系包括洗钱到新加坡哈。昨天我们谈是陈志忠、陈信宜姐弟在美国的资产，包括房地产被冻结，这显示我们跟台美之间的司法互助在启动。那今天《时报周刊》所即将报道的表示，二次金改在七月，如果我们看内容，是非常有可能会起诉的哈。我自己有昨天也稍微透露了，还有我们也希望外交机密赶快能够终结起诉哈。我自己有去追查哈，但是我是民间人士，我没有公权力。我所知道的很多外交机密的档案，目前存在国家安全会议的档案室里面，是不是请陈总长或陈云林主任，好，陈云林主任可以知会苏启秘书长，把这些机密只要不影响公开国家机密原则下，是不是应该跟国安会来合作哈？对特侦组去年12月12日起诉陈水扁，舆论是非常肯定的，但是特侦组也要接受监督、接受鞭策，这是个大家接受检验，同样媒体要被这个检验，大家都一样了哈。目前的民调是对马英九总统的除弊有60%不满的，我希望如果这个二次进改是那么具体的，那并不是为了回应民意，只是把应该起诉的起诉，按照法律程序走哈。至于陈水扁七月要不要延押与否，我不敢做判断，我们应该尊重法官的判决。还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陈信宜姐弟的资产被冻结，显示台美司法互助在启动，是不是我们的法务当局应该把黄芳彦引渡回来，也列为我们法务的一个最重要的优先顺序的要件，是不是可以？胡大哥讲的很重要。昨天是美国的司法互助有进步了，对不对？现有进展之外，今天国内看起来也有进展了。那为什么中信这个案子能够有两个地方非常清楚呢？因为郑生慈去接受约谈的时候，知无不言。这样子，第一个，他第一次被约谈的时候就坦诚说他什么，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显示他早知道案情迟早是会爆发的，所以他三次被约谈，对检方怎么样，知无不言，包括什么洗钱的过程，怎么样给吴淑珍钱，全部都讲了。所以今天检方也特别讲了，检方说也对他释出善意，因为他配合整个案情，而且没有隐瞒，所以考虑哦，在起诉书里面会建议法官对郑生慈从轻量刑。你知道郑生慈说等这一天等很久吗？没有，他其实没有讲过这句话。没有，没有啊，啊，对，没有。真的，对，没有讲过说，他一再否认了，没有讲过说我等这一天等很久吗？没有，没有。好，郑生慈，但是郑生慈当然，我认为他没有被压，我看他当然是有配合侦查。你讲的很多嘛，是吧？我认为是有配合侦查的。嘿，那至于说你说我们现在马英九说要跟美国司法互助，司法什么引渡协定哈，我们没。不可能引渡条约，那顶多是要引渡协定，那就引渡协定就是签了，能不能把黄芳彦弄回来，我觉得都是有问题的。嘿，我觉得把黄芳彦弄回来的机会不是很大啊，不过至少美国愿意冻结他们的在美国的那个资产，那两栋豪宅，对不对？把 AIT 要他们把签证取消，这个就很重要的。来，有啊，郑生慈这个角色太重要了。其实郑生慈他角色的重要，他还有一块，郑生慈有没有帮陈水扁在欧洲洗钱，那这一块蓝图怎么拼？那我希望郑董事长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就是说你运用洗钱的方式，堂堂一个国家银行帮个人去洗钱，这个问题是非常的严重啊。那第二个哈，那我必须这样子讲，像郑生慈他的确没有讲过这些话，况且他的侦讯笔录也好，像检察官问他的也好，完完全全是集中在中信。中信澄清湖大楼到赵丰金插旗这个里面，那洗钱案的部分问的大概比较少一点。然而从郑生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好，就是说特侦组他追查阿扁，尤其是扁家的这些洗钱，在欧洲部分截至目前为止有没有重大突破？没有。但是美国跟日本方面有没有？有，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
现在欧洲这一块如果拼得再很清楚的话，我想郑生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人，也唯有透过郑生慈大概扁家在欧洲洗钱的部分，我们才能搞得清楚。好，有啊，期待蛮深的，已经期待到欧洲那边去。我们今天谈的是什么？连国内这一块至少有一个要起诉了，而且看起来内容是重要的，而且起诉的人，哎，郑生慈这也是重要的。我认为起诉之后，哎，还是一堆人会骂陈聪明，嗯，因为他认为说，那你说为什么那么多进口直通的两家呢？到底在掩护谁呢？如果这种情况在还是在继续发生的话，我跟各位讲，我一定会劝陈聪明辞职下台。看看他的起诉书的内容吧，来看起诉书内容。不会的，因为今天有动到这个郑生慈，为什么？因为一直有传言说郑生慈透过江松溪的关系跟陈聪明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哈。那如果说郑生慈因为这良好的互动，公输给特侦组相当多的这个情资跟讯息的话，他坦诚不会的话，我觉得这个办案是有帮助的哈。那郑生慈跟扁家关联性是很深的，你记不记得当时候这个蔡明哲跟郑生慈他们为了安置扁家二楼的那个保险库，是这个蔡明哲他把整个都量身打造好，是一个堂堂的董事长郑生慈把那个保险库从这个一楼然后整个搬到二楼，满头大汗。第二个，他涉及洗钱这个部分哈，也有包括在内。这次可能洗钱这个部分是逃不掉，因为他先前在陈世忠读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透过他的秘书，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这个特侦组没有去碎纸机碎得很清楚，那就留了一份这个资料，我们一拼就知道他长期透过他的秘书，这个把钱汇到这个美国给陈世忠，这第一笔。第二笔就是你看板上那个5000万，对，所以他涉嫌洗钱是逃不掉。另外有没有涉及这个非法并购罪哈？这个是另当别论哈。那另外就是说，郑生慈在这个扁哈，跟郑生慈以及辜仲亮，他们以不同的代号 Water Pound Bright， 你打断一下，对，也没有这回事。这个是2006年在查整个那个红火案的时候，就已听说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料哈，就说Pound Water 跟这个 Bright 他们中间连结，还有曾经也有媒体报道过，就是扁问辜仲亮说你敢不敢玩大的哈。那我讲这个前言就是说，这是中信金插旗造风整个过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赘述。问题我一直提到扁的角色，我们就算说媒体报道说你敢不敢玩大，这个跟他无关，什么 Water 那个 Pound 都没有的话，对于陈金湖这个大楼，它本来是一个不值钱而且一直都卖不掉的。那有一个场景是扁就找了这个辜仲亮，而且亲自去跟他谈价嘛，这个造成说中间有利差，而且在这个红火案里面它衍生是10亿的价差。这个辜仲亮的妹婿叫陈俊泽，他代为处理这笔款项，他曾经有过这个书面的东西给法院说曾经有这个3亿元是没有办法报销的一笔账，而且这3亿元他中间买了机票，还有买了16万的这个珠宝，扣掉以后这个钱是不是就是陈金湖购地大楼的这个款项，然后透过郑生慈转到吴景茂这个账户，我觉得这个线就连接了起来，就大家就听得懂说扁在里面是有很十足的角色，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这次是阿扁跟阿珍也是会被追加起诉的。那沈律师要补充，我们休息一下，马上我有两点很有创意的看法，不过等广告回来再说，马上回来，所以大家不要走开，要听沈律师，马上回来。